金獎得主係譚克順。
同埋鄧卓曉。由睇我哋兩位嘅小朋友，我哋得到幼兒組嘅中文硬筆比賽嘅金獎得主啊！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金獎得主分別係譚柏純同埋鄧卓曉。咁而英文硬筆嘅書法比賽嘅得獎亦都係譚柏純。咁而攝影比賽就係羅子希。
嘅獎項喎。咁首先梗係有頒獎嘉賓啦，我哋好開心能夠邀請我哋股會嘅副主席Kenny，係啦，請 Kenny 嚟到直播間先。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日，拜拜，thank you。